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一些例题跟练习，让各位去明白胡克定律。例题一，他做一个力的测量实验，他画的图是长度对砝码个数函数图，请问你挂两个砝码的时候伸长量是多少？你可以看得到，他挂五个砝码的时候伸长20公分，为什么是 20？挂五个砝码的长度是30，原来长度是10，所以呢伸长多少？20。五个砝码会伸长20公分，所以表示一个砝码伸长几公分？四公分。那一个砝码伸长四公分，两个砝码伸长几公分？八公分。所以就会伸长八公分。我们答案显出，很简单。但是请你注意一件事情。好，请你注意一点，注意。好，另外如果你用公式去算，也就是带公式，力量一比力量二，五个砝码对两个砝码，要记得要带的伸长量，所以五个砝码要写30减10，然后两个砝码就是求伸长，所以不用再变，写 S 就好了，所以算出来也一样，叫做八公分。八公分，啊，就是用公式算，公式这样算。那刚刚跟你讲过，你要注意一件事，注意什么事？注意，人家给的是全长还是伸长？你要问的是全长，全长还是伸长？有人题目给的是全长，挂上去长度十公分、15公分、20公分，问的是伸长。伸长几公分？有人题目是给人伸长，伸长一公分、两公分，问三公分，问的是全长全部几公分？问的东西跟给的条件不见得一样。你在做计算带公式的时候，你必须带的是伸长量，但是题目可能给的或者是求的是全部的长度，这个件事情，请你要注意。你这又是，请你注意的是 ，OK 吗 ？OK。好，接下来换各位练习一，安盛哥做力的测量，给一个关系，这也是给的是全长的跟砝码的关系，跟刚才基本上完全一样，只是数字不一样而已。请问你挂三个砝码的时候伸长几公分？十公分。就跟刚才基本上完全一样，除了数字不太一样之外，其他都一样。请问他瓦锥嘞？15号，几公分 ？A B 的 B， 你说 B 吗？你说，啊，答案选 B。五个砝码伸长25公分，30减5，对，一个砝码就伸长5公分。那三个砝码就伸长15公分，答案就选 B， 可以吗 ？OK 吗 ？OK， 就是练习一，可以哈，很好。接下来是练习二，一个弹簧受力之后有个图，好，倒过来要求多重，好，图是长这样，给的也是全长，但我跟你提醒过了，计算的时候要带的是伸长。然后请问你，如果我伸长5公分，要表示东西有多重啊？表示东西有多重啊？关系长这样，那你就要知道两克重伸长几公分，四克重伸长几公分，然后比一比就出来了，答案就知道了。OK， 请问你他几公分呢？这个人叫做35号。35号，在呀，在呀，对，C呀，对呀，你说 C 啊，请坐。8克重伸长8公分。
八的时候十八，原来十，所以八公分，表示一克重伸长一公分，一公分就一克重，一克重就一公分，所以五公分几克重？五克重，所以呢答案就选 C。好，最后是刚跟你讲过的，由外力求伸长，由伸长求外力，基本的做法。啊，你也可以用代公式解决，我也没什么意见。然后看一看，想想以后就知道了。有人有问题了吗？没有，很好。下一题，胡克定律做实验，原来十公分，然后给这刚才是给图，现在是给表，意思是一样的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只是给数字的方法不一样。请问你如果挂七克重，长几公分？注意，这一题问的跟前面不一样。前面都是问伸长几公分，这里问的什么？全长几公分？可是你在代公式做计算的时候，你用的是伸长量，不是全长，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转回来。比如说我原来十公分，伸长两公分，全长多少？十二公分。那他要的是这个十二，不是那个二。OK？ 啊，请问你，我挂七克重，啊，当然这个。也可以用我教过那个为他搭起友谊的桥梁来解决 ，OK？ 塞本七，七号 ，B， 大家一致喊 B。我们为他搭起友谊的桥梁，多增加二，增加四，增加三，增加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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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增加二，增加四，每增加一，每增加一会增加二，那么五到七增加二，需要增加多少？增加四，所以二十四。所以24公分，答案选 B。 我刚跟你讲过了，我很少带公式解决，就用为他搭起有缘桥梁方式解决就可以，反正没有关系，你喜欢带公式你就带公式，可以就可以了， OK 吗？ OK。 好，练习四，外力。好，请问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他给的是外力跟全长，然后问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过原点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外力的时候也没有全场，要过原点啊。然后怎样怎样？你们谁会跟谁成正比啊？不啦不啦不啦，请问你如何如何 ？OK？ 好，请问你谁说的是对的？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谁是对的？猪。猪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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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你说你选猪，来来，你好，猪啦，第六第六，第猪啊，猪啦，我看到了，爬上猪啦，猪啦，表里可知，两克重会伸长一公分，两克重伸长一公分，因为全长是八公分，两克重伸长一公分，好。外力是零的时候，全长不会是零，所以不会过原点。图形它长成这样子，没有过原点，没有过原点。然后呢，伸长量是跟外力会成正比，不是跟全长成正比什么之类的，我们讲过了。所以呢，五克重的时候会伸长 2.5 公分，因为前面说过了。然后全长要加回去加8，所以 10.5， 所以我们答案选猪。好，这就是基本上面胡克定律的基本题型。请问有问题了吗？没有。请问有问题了吗？没有。很好。